可恶的贝利亚，不得再破坏地球！是你，捷德奥特曼，不要来破坏我的好事！看招吧，十字冲击波！好，快看，这里有好多奥特曼和怪兽的满星闪卡，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都是谁的卡片吧。永葆黑暗，化为光明的欧布奥特曼暗耀形态。这是一张满星的 SSR 卡，这里是它的攻击值、防御值和必杀技赛特修姆光线。背面有它的基本属性介绍。那暗耀形态是由贝利奥特曼和佐菲奥特曼的奥特融合卡片融合升级而成的形态，拥有强大的力量。X 奥特曼胸前有着大大的 X 标志。这是一张满星的 UR 卡，攻击值、防御值和必杀技。黑暗扎击，攻击值135000，防御值118200，必杀技扎击射线。它是邪恶的暗黑破坏神，可以发出闪电，具有非常大的威力。银河维克特利，是由银河奥特曼和维克特利奥特曼融合而成的形态，必杀技奥特融合射线。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必杀技欧布至高圣剑。好，是一张很少见的横版卡片，哇塞，这上面也是欧布奥特曼和魔人贾古拉斯贾古拉。欧布奥特曼手里还拿着他的欧布圣剑。罗布奥特曼，罗索和布鲁合体而成的奥特曼，必杀技罗布漩涡爆裂，可以发挥出他们各自4倍的力量，非常强大。全身布满蓝色水晶的银河奥特曼，必杀技银河十字光线。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是速度和力量的完美平衡，必杀技彩佩利奥光线。奥特之父，奥特宇宙警备队的总队长，光之国的最高领导人。捷德奥特曼豪勇形态，是由奥特之父和赛罗的胶囊融合而成的超强形态，必杀技强烈爆裂光线。好，又是一张横版卡片了，这是捷德奥特曼和极恶贝利亚。那你们知道捷德奥特曼和贝利亚有什么关系吗？想赢我还早2000年的光之国最强的战士赛罗奥特曼，这是他的终极形态，必杀技终极赛罗之剑。维克特利奥特曼，象征着胜利的奥特曼，必杀技维克特姆射线。泰罗奥特曼，奥特之父的亲生子，必杀技斯特里姆光线。极恶贝利亚，贝利亚的最强形态，是由安培拉星人和黑暗路杰埃尔胶囊恶魔融合而成的超强贝利亚融合兽。欧布奥特曼宝岩形态，是欧布奥特曼读取了蒙比优斯奥特曼和泰罗奥特曼的融合卡片融合而成的形态，必杀技斯特比姆爆裂。贝蒙杰多，贝蒙斯坦和杰顿融合而成的贝利亚融合兽。雷杰多奥特曼，神秘四号之一，拥有神秘强大的力量。好，这是罗索奥特曼的烈火形态和布鲁奥特曼的月水形态，他们还能合体成为罗布奥特曼，强壮哥莫拉兰特，是由哥莫拉和泰兰特融合而成的贝利亚融合兽。必杀技重力波冲击，佩丹尼姆杰顿，必杀技佩丹尼姆流星雨，是由金古桥和杰顿融合而成的贝利亚融合兽。不好，奥特曼被怪兽封印成了变形蛋的形态。正好赛米路过这里，他说让我来帮帮他。好，救援完成。只是这样的奥特曼好像还少了点什么，这可怎么办呀？赛米想起自己还有一件奥特曼的武器，
赶紧拿出来试一下。好，好神奇啊！奥特曼的武器让奥特曼恢复了力量。谢谢你，赛米。不过我现在要去打怪兽了。欧布至高圣剑。秘密特工队的露西发现了一个被封印的奥特曼，他说让我来帮帮他。好，解救出来了。有了，露西想到自己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好，变形蛋变成了太甲奥特曼。那你们知道泰罗奥特曼和泰甲奥特曼是什么关系吗？知道的小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点击小爱心告诉我哦。秘密特工队的麦克斯发现了这个被封印起来的奥特曼，他说让我来帮助他。救援成功。只是这样的奥特曼好像也没有什么力量对付怪兽，该怎么办呢？有了，麦克斯想起自己还有一件奥特曼的变身器，用来试一下。好，比加奥特曼变身了。这下奥特曼可以去消灭怪兽了。接到奥特曼被暗黑的炸鸡封印成了变形蛋的形态。正好福特路过此地，他说我要来帮助奥特曼。是帅气的捷德奥特曼，可是变形蛋形态下的他没有办法对付怪兽呀。福特想起自己还有一件捷德升华器，拿出来试试。好，捷德奥特曼变回了原来的形态。这下奥特曼可以去消灭怪兽了。十字冲击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变形蛋和乐高拼装玩具。先来看第一组。好，好多的拼装碎片啊，会拼装成什么呢？来试一下。拼装好了，这是霸王龙。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变形蛋。好，原来是捷德奥特曼。接下来来看第二组，这会是什么恐龙呢？好，赶紧来拼装一下。好，原来是一只三角龙。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变形蛋，会变出哪位奥特曼呢？好，原来是布鲁奥特曼，这是他的烈火形态。
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三组。好，是黑色的拼装碎片呢，会拼装成什么恐龙呢？这是迅猛龙，再来看看它给我们带来的变形蛋。这会是哪位奥特曼呢？好，是泰罗奥特曼，泰迦的父亲。第四个，来看看这一次会是什么恐龙呢？是绿色的拼装碎片。这是双潜龙，那来看看旁边这个变形蛋。后是迪迦奥特曼，来看最后一组，竟然是白色的恐龙，让我们来先把它拼装起来。是白暴龙，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变形蛋。这个图案好眼熟啊，你们猜到是哪位奥特曼了吗？好，是第一个登场的宇宙超人初代奥特曼呢。